他的红火山刚解冻完毕，看一下这个恋爱脑，带冰碴子的那种，哇，非常美啊！哇塞，我的妈呀，可以啊！这怎么跳起？哇，这直接连到前面去了，这个环。刺身之王，嗯，好冰啊，好贵，又是一个带冰碴子的，哎呀妈，有点冻手啊，剥的不是很好啊。你知道我要搁谁那吃出的经验？三文鱼花，三文鱼也不沾酱，这啥呀？你猜？这要三只三只的吃吗？嗯，我给你吃着呗。好吃吧？嗯，慢点。